去北京了，江晨，以后这班长就你来负责。老师，我不太合适，换个人吧。江晨，你怎么不当班长啊？谁麻烦？江晨，我帮你吧。竞选班长的几位同学把手举起来。邵西也好意思选班长，只能就他犯事最多。好了，班长不是最有选举的吗？你会投我一票吧？你说呢？李薇是四票，陈小希15票，来，就晨，选谁呀？李薇吧。嘉晨，昨天谢谢你啊。你倒是说说呀，你为什么不投陈小希？他不是。我为什么不适合当班长？那李薇就合适吗？来两个班长把班费交上来。你不会真的把班费弄丢了吧？不行的话就别做班长了呗，谁知道是丢了还怎么？老师。 我今天有件什么事儿想跟你说来着，我一直想不通。对了，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个？好消息吧，江晨要过生日了。坏消息呢？我还没想好买什么礼物。知不知道什么叫做急中生智，绝处逢生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更何况，你还有我这么一名优质的军师。 今天放学我带你去买。哎，大家都静一静，同学们，咱们班现在还有好多项没有人报呢，你们都不能挤挤一点吗？好啊。向少龙离开他的小嘴，轻轻取过他手里的酒杯，灌进他那。 急促喘息的小嘴里，柔声道：“这半杯酒是我的，可不要进了你美丽的小肚子里。”乔小希，林雨晓，你们俩想不想参加运动会啊？ 杨大哥，今天没迟到啊！行了行了，知道你今天准时到了，嘚瑟什么呀？这次还添加了跨栏项目，一个都没参加，哪有学生会跨栏啊？还不都怪刘翔？为什么刘翔？哎呀，行，你呀！哎呀，刘翔命真好。 什么时候我才是我老大家的呀？你们这些小姑娘一天一变的，昨天还春春的，她这次跑了不行，还是不是奥运会那次呢？你跑一个我看看。跑就跑。嗯，我看看都是一啥好吃的了。巧克力。哎呦，金沙呢？嗯，谁要吃这种甜到齁的东西？又不是女的。 我是女的，给我吃吧。给他呗。江晨送我巧克力了，苏醒。哎哎，我们买雪糕吃吧，怎么样？不吃，我要去给江晨买礼物。 请问一下，这个手表多少钱？这款是1300。请问一下，这个皮带多少钱？980。这个钱包多少钱？580。请问折多少钱？270。走吧。还走啊？